好哦。早安，午安。我再不出现，我都觉得大家，我觉得大家觉得我要我消失了，消失。Hello， 臭阿凯。对了，我要拿那个，我拿到我的杯杯了。没想到烧完，比我想象中的响。会缩啊，没有，就是比我想象中缩的还要更小。可爱吧？你哭。阿三，突眼阿三。哥吉拉就是被我姐阻止了。欸，大家最近还好吗？疫情爆了，欸，要打疫苗的赶快打哦！还没打疫苗的赶快打，还没打第三剂。
快乐就好。整成血那个看着好好心疼哦。而且它是只有礼盒有耶，我打 BNT 两季，那我第三季要打什么比较好啊？那我前面已经两季 BNT 了，是打莫德纳比较好吗？你们连假有去哪吗？我跟你们讲，我还在放连假。哈哈，为什么今天看起来好白哦？两点了，来看一下。那个，看一下直播。我黑了，怎么了？去了很久没去了，但是我前阵子有去。好像是三月的时候，三月初那时候去。很久没有去。你做了这个所谓的爱心筛检。我一直在等你打招呼，但你都没有打招呼，那我就没打招呼了。呵呵。基隆市总共发放3863剂到目前为止，那这个回报快筛阳性的14个，那经过 PCR 去确诊之后，是11个，那看起来阳性率是很低，是0.0083%。那当然在解读这样子的数据的时候。你有去神南，我知道，我看到你哥很可爱耶。欸，你有没有吃那个鸡蛋糕？我跟你们讲，那个鸡蛋糕神好吃耶。今天384例。
因为要从实际上来看，我们如果有这样子的这个大量的潜藏的病例，好，那它的这个个案数应该会持续飙高，好，但目前并没有这个现象。那么我们也请 CDC 做了这个关于它的 RT 值的这个推算。那么从疫情开始的 RT 值是 4.67， 忘记带钱包出门，我也很常做这种事。4.65，显示他在防疫。谢谢班森送的告白气球，谢谢班森。那么我们可以看到，在基隆市现在，它整个的这个防疫的状况哦，也蛮符合我们现在的这个防疫模式。首先，在这个疫情的部分，那它每一天的人数大概都是在20到40之间。我要看直播。没办法清零，但是它是控制当中，哦，用它的这个可用的人力资源之下把它控制住，并没有大幅扩散的这个迹象。那么在框列的部分，他这次总共框列的居家隔离人数是2852人。哦，那你几分？几分？你破几分？太高了吧！真的很心疼陈时中。看他这样真的好累哦。我们那天因为要走行程，虽然有玩到那个解谜，但是就是玩得很赶，超好笑。然后到最后，到最后时间不够。然后那个姐姐就跟我们讲说，差不多了差不多了，然后我们还在那边等一下，再让我们解一下。但姐姐说鸡蛋糕冷掉了，然后我就哈哈哈哈，刚刚一说随便写一个。真的，我们那天去真的是头超痛，我们就好好好，姐姐说鸡蛋糕冷掉了。然后那个带我们的姐姐说，原来是用这种方式啊。然后那个就有一个哥哥，他就跟我们说，你就拿着这张单子去那里跟警官说你要报案。报案吗？我要报案。然后我就走过去说，我要报案，我要吃鸡蛋糕。然后呢？算完49分，超好笑的。何必误会故事？我们是新进菜鸟。Hello, Andy。我们有拿完，因为我们时间不够，所以他们就直接把线索给我们。哦，但墙上那个都是我们自己找到的。人物的卡他就一次给我们，但因为他一次给我们，我们就更……其实我觉得这真的要慢慢玩啊。想要呼叫我们成员。
拿出食物。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，没有句点。我们是连，就是因为时间比较赶，所以他就连酒都给直接给我们，然后超好笑的，不是他用钱去买吗？然后他酒直接给我们之后，那个钱就没用了嘛。我就看着那个带我们的大哥哥，我就跑去问他说：“这个钱是要干嘛？”他说：“这一钱本来一开始是要让我们拿去买酒的钱，然后去跟他们聊天，角色聊天。”我说：“哦，所以现在这个不能用，那我可以用这个钱去贿赂他们吗？”他说：“也不能这样，你这个警官怎么可以这样呢？”然后我们的血就想不到到底是谁，然后我就回头看着他，你知道犯人是谁吗？超好笑的。我感觉到幸福，我是用另一种办案手法，好不好？就是比较黑的办案手法。曾经亲手把时间，这比较适合我。我跟你讲，我玩这种游戏，我就最喜欢。没有灯。配发财政，但是如果找到凶手，应该这全部都会算合理的吧？我上去玩那个密室逃脱也是啊，从来不动啊，我只动手。超好笑，什么东西都给他掰掰看啊，猜猜看啊。我知道啊，我们有看。我之前跟一群姐姐玩密室逃脱，然后他们就都在动脑，我在旁边乱晃。然后就到某一关，他就有那种锁，我就在边听边挤，我就姐第一个是 Y， 第一个是 Y， 你就听到那个咔的一声，你知道吗？看来我有这部分的天赋。然后到最后一关最好笑。就是我也是在那边乱走乱晃，然后我就把一个门就这样打开了，然后我就看着姐姐们说，这有个门，她打开了。然后那个小天使就说，等一下，我说等一下，然后就打电话去跟他们另一个人讲。那个人就从那个秘密通道后面把门关起来，超好笑的，是他们那个门没有关好，然后不小心被我打开了。我们应该是要去找线索，然后按机关，那个门就会自己打开。bug 被发现，对啊，这应该就不是我拆家能力太强。是他们的问题。欸，我吊酒瓶超厉害，我第二次就吊起来了。
先转身把世界走遍，你就是经典，你就是经典，我的爱未眠。谢谢。不落的想念飞在你身边，我的爱未眠。换难点，吊酒瓶也是有技巧的。你看，这争霸四零一也是吊酒瓶的。开玩笑的啦，不要太认真。我都没有认真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直接让老板收摊。应该也不能说，可能就是那个感觉有没有？平常都强强憨憨的这样，不用太走心啦，没事啦，我都没有走心了，你走心什么？对不对？你说酒瓶吗？哎，但不得不说，那个啤酒风味饮料，我真的觉得还好，我非常不行。我就不喝酒，一喝下去我觉得好可怕。我要把爱全都装进心里，陪我一起旅行。对啊，是儿童，我都喝牛奶多多哎。默默应该更强，没有啦，我们每个人不同的腔法，好不好？荔枝还好，对，听说荔枝比较没有那么好喝，一般酒也不对。喝这个，喝这个，很可爱，超可爱的，决定放着收藏。不喝酒，不喝酒，我是一个超级不会喝酒的人。为什么呢？这个？他们给我们拿，哎，但是那个城南有意思的现实动态，明明就是我，我不会喝，真的超级不，而且我不喜欢。我无法理解酒到底哪里好喝，我可能还没苦过吧。但我们家都不喝酒，
我妈也不喝。叔叔刚刚说了什么？谢谢叔叔送了一个 T 台。我姐也不喝。我应该都不太喝。Hello 水水，哎，你有走去看吗？有没有？这个看起来超厉害。小心了，还是要注意哦。真的，他就在旁边。而且植物园在旁边，好像就是家里有后花园一样。我要勤喷酒精了。有些人家人就是一定每天都要出门，没有办法。但是就是现在你说清零，我觉得很难。现在应该不是倾向于清零吧，现在应该说清零，现在就是比较会让我们安心这样。清零是可以让我们安心一点。哎，说到这个车，你把我拍得很丑哎。那个名影片名那么好看，你却可以把我拍成那样。对啊，你眼睛会笑，完成一道桥，终点却是我。永远到不了，感觉你来到，是否的呼啸，思念像苦药。我那天礼拜六去玩，我经过那个西门。我在那边站了好久，我都没有看到我。但是我妈那天出门回到家跟我讲说：“哎、欸，我刚刚在西门町桥上看到你耶。”
在捷运上看到我，我那天下捷运，然后就走走走，就是余光瞄到有一个人，跟我长得好像，是吗？我就在半路停下来，把手机举起来开始录。我今天差点睡过头，为什么今天包子没来哦？啊，不是香菇啦，说错了，包子有来。他想他吗？对啊，我就是他的爱。小明，哦哦哦，看等待，我想说，我第一个字看错，鼻塞。他在另外的爱 ，OK， 包子 OK 啦，不是，我一直叫错香菇啦。包子，等一下就问号问号问号。预判就不小心叫错嘛，干嘛这样？都要呛你！我跟你讲，你连呛都不用呛，你就那样了吧，跟我一样。你又怎样了？没有啊。你很帅，看我这个虚伪的微笑。
看看不失礼貌的微笑。所以你们连假去哪玩吗？记得是不是有一个习俗，子清你吃什么？就是扫墓不能女生去，要长子去，对吧？哎，你们等我，我会发文好不好？你吃在哪？吃什么？reset 的照片了。儿童节照片呢？现在的儿童在你前面，你看不够吗？我跟你讲 ，I have no 亲姑，大家知道这个梗吗？懂的会懂哦。我有一个卡痰，结局就这样。 I am no 亲姑，青苹果。大家知道老鹰的英文叫做什么吗？叫做 eagle。 那两只老鹰呢？叫做两个。老鹰查资料 Google， 老鹰变粉丝青苹果。
欸，我跟你们讲，我最近就是对于买猴子这件事情，的心有一点大大的下降。有几天晚上梦一场，你白发苍苍说带我流浪，我还是没犹豫就随你去天不管人怎样。谢谢小米送的红玫瑰。因为这阵子我还是有都在，我还是有在看那个猴子的可能一些的相关资讯，却越看越觉得，可能是第一它不能双载。第二。是，就真的贵。而且我在那边看，也看到很多人要卖猴子。你想想，这么多人要卖猴子。那是不是也代表猴子其实就是真的没有那么适合买了？说实在的，我觉得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，我会想用租的，退一步海阔天空啦。我不会说有猴子，我会说猴子。短时间内还没看到自己喜欢的，还没看到喜欢的。没有，你说有猴子的时候，你要开始呜哇哇哇。我这还有信心。你有买一台挡车，是那种性价比很高的那种 ，CP 值很高。有吗？
有什么车是性价比超高的那种 ？CP 值高高高的。QC， 哎，但不得不说，其实 QC 还不错的，好不好？其实我觉得我姐车很好骑，我姐是骑 Fido 125。听说他的型是学 Vespa， 我是听别人讲一讲，我才发现 Fido 有他的别的颜色很像，但我姐骑的颜色没有那么像。你们知道小小兵吗？听说小小兵很好骑，但是小小兵我觉得好丑，就前面两颗眼睛。除非有人出那种三颗眼睛绿色的，但我已经买。哦，对，我前几天有逛到一间非常喜欢的玩具店，就是。就是知道这间店很久了，但是这台我忘记我姐是骑哪一台，我二姐骑那一台。听说很好吃，然后就是一直没有机会去，然后前年出去的时候刚好发现那间店在附近，然后一进去一看，哇，那个气氛，哇，好喜欢。我在那间店边逛边哇哇哇哇！当我非常看到一个东西觉得非常厉害的时候呢，我就会是哇哇哇，或者是看到一个东西非常喜欢的时候呢，我也会哇哇哇。我现在很多情绪都是用哇哇哇来表示。我还记得我上一次公演，我们不是 MC 玩游戏吗？然后不是抽到那个早上起来看到老师已经打十通电话，然后因为我们有录影，然后就看到我那时候在台上，我也在那边哇哇哇，十二点了，十二点怎么办？
离开你让我说多难堪，我根本不想放开，然后我就被别人说，为什么你每次都是哇哇哇哇哇？我说，哎，你想想看，我今天如果遇到什么，我吓到了，我说，哦，酷，哦，酷，跟哇，哪一个比较好？真是哇！有些惊讶，不一定，兴奋也会。我看到一个东西很可爱，哇哇哇哇！看到一个东西很厉害，哇！看到一个东西，觉得非常熟悉，哦，是这样。哎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被跳的腰好多。我也没去摸那个猫咪啊，但我就被跳蚤咬。别跳蚤咬，这里都是，这里还有一个。好痒，我屁股上面也有一个，我的脚踝上面也有一个。屁屁人不能摸，我没那么笨，不会给你们看着。有点严重，真的，而且很痒。我原本以为只有两个，结果一看，直接再多两个。不能说出口，就不要承担会失去你的心痛。来想，说不定过瘾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这是跳蚤，因为这个是它是很像蚊子咬，但是它不是蚊子咬的那一种，这种就是跳蚤，然后它会好几天都这样很红。掉眼泪，人的机会，要求真的幸福到永远。我们是也开始远距的学校。我只能笑着带过。我学校镜头有什么出口？远距离还陌生的你，要注视来着。哎，小镜头逃不了这伤。没有那么没有那么没有那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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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会学。换唱腔。没有，我是学的是学，我学的部分是学那个。
我到底在干嘛？把自己打包诶，有吧？有吧？没有吗？为什么今天好吵的牛牛？你们都在干嘛？你们是不是叔叔呢？叔叔，你们是不是都在做不该做的事？在写小说，酷哎！真的，可能是因为打，会不会是因为打了疫苗，然后就会变得比较无症状，就是因为不会要那么，所以才会无症状。要怎么预约？我应该现在是可以预约，只是时间还没到，对吧？看一下，我直接来跟阿姐讲，给我赶快去打第二剂。然后他就回我说好的。打第二剂，请大家联署叫他赶快去打第二剂。转岔路的路口，相伴的梦。对啊，你有没有在关心他？哦哦，也是啊，他应该不会讲。我现在是要打追加剂对吧？不是打第三剂，他们是都说追加剂是吗？会爱我一辈子，我可真傻，竟忘了问是这12号，然后9点可以打。下辈子，
要去打一打。越陷越深，别傻的用你的天真去碰触不安的灵魂，每天只能痴痴的等爱一个人。过眼前别太认真，你受伤的眼神令人心疼，只有一个人非要另一个人才能挂一个。我给你们分享我一双新鞋，这是别人给我的，但我给他两块钱。然后这双是全世界只有一双。全世界只有一双。全世界啊。然后它的材质很酷，你会发现它是亮亮的。全世界唯一一双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呢，它在正式售出的时候底是灰的，可是那个底是这个颜色，是真的有这双鞋。但是它的底是灰的，我的是这个颜色的，全世界只有一双。而且它很酷哦，它是包起来的，它跟平常不太一样，平常的是。这双鞋真的蛮特别，再我分享一下。平常是这种，它的没有包起来，你看到吗？但是这个是有包起来，往里面折，往里面收。今天穿这件衣服就是为了要搭这双鞋。现在穿袜子。今天好吗？我不是我拿走，是别人给我的。今天在忙什么？值得你流泪，值得让你这么做的人。
可能没有办法哦。是啊，上班哦。忙什么啊？我知道你在上班啊，你忙什么类型啊？可能忙着打什么东西哦。哦，对哈，母亲节快到了。很少开心情，年假嘛。要数了。叔叔要输了。嗷嗷嗷！那边是要打架是不是？很想出去走走，可是现在疫情这样。想去找我同学，不知道他在哪。跟你们讲超好笑，因为苹果内建有那个搜寻的情境系。其实我很少会还呢，因为这两双，这双还没，因为我这几天才刚拿到。然后我之前刚刚拿的那一双，我也是很爱它，两双鞋我都很宝贝，就莫名其妙我的鞋子都变 New Balance 了。不是有那个吗？定位的。然后我之前跟我那个同学，而且我是一个很讨厌用定位的人，所以我把我自己的定位关掉。可是他的定位他自己是开着的。然后没事就会打开看一下他在哪。如果他在家的话，等一下可以去找一下他的。很久没有看到他。欸，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上课。我是一个非常不喜欢用定位的人，所以只有一个。就是我那个同学，啊，就包膜，可以包吗？有这种东西吗？真的假的？认真有吗？还是你在跟我开玩笑？
是怎么包法啊？酷哎、欸！防泼，那不就跟那个很像吗？防泼水，拿来喷一喷就好了。Oh yes, we can walk through the night. Don't wanna也出来了，大家期待一下我的照片哦！包包你喜欢到不行，包你可爱到不行。哎，那我想说一下，就是这种。我们每个月的生日主题都是姐姐很努力的想出来的，然后说如就是这个月的话呢，是应该说我们没有一个特定的说我们要像真的像小朋友这样。跟我好不搭，你确定？照片出来你就不会这么觉得？就是我该怎么讲？应该说每个人对于这些东西的定义都不太一样。然后我们也没有说一定要按照那个，也就是说没有人规定说。儿童就应该穿怎么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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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其实怎么说，反正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称赞我们的姐姐，对，姐姐想这些东西也是很辛苦的哦。多给她点称赞。他真的做得很好，你知道吗？有喜好没？对啊，但是也不一定，不一定要吧。说，哎、欸，我觉得这个应该穿围兜兜这种话说出来。
小朋友不是应该就是要穿围兜兜吗？这种。特工不是应该拿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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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吗？五月那个不是很多人喜欢吗？哎，我五月的牌子是在谁那？很适合。哎，我业配我下面就打低能的。五月，去年五月的空姐。哎，我业配有发下去，请大家下面留一个刷爆低能啊！又该怎么拒绝？拒绝。Your nice take is down, maybe you don't want me. 要确定的，然后你们就会被讨厌。我就说，为什么他们都说你低能？结果上新闻这样，某知名女团成员被粉丝骂低能儿。哎，我真的觉得这真的是看人讲这个词。这个词真的是要看人讲。假如今天有一个我没有那么喜欢的人，跟我没有那么好的人，他走过来跟我讲说：“哎，你低能了哦。”那个感觉真的会不一样。假如今天我们很好，你说我低能，我可以接受，我可以理解。可能就是我在跟你相处的时候，我做了某些很白痴的举动，你说我是低能的，这是我可以理解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其实还就是要看看人讲。为什么这个口红涂出来这样？我决定我要再擦掉。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时间停不下来，最后一次晚安。我 can't wait to tonight。但我觉得我现在这个可以不用涂口。我那天放学骑车去找阿潘拿我的东西，然后超好笑的，我说：“哎，走啊，吃宵夜。”他说：“好，吃宵夜啊。”就是阿潘发现实动态，然后把我的脸放在中间那个现实动态。那天我们吃宵夜，然后就跟他讲：“你去你家里拿一颗安全帽，走，我们去吃宵夜。”他说：“我们家没有安全帽。”可惜他不能当被我载的第三个人了，真可惜。因为刚好我也没有多一颗安全帽。然后我们那天就走路去麦差佬。
什么叫牺牲？前面两个还在好吗？最后的一点爱 I just wanna love you 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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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 just wanna love you 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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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. 阿杰还没被我载过，但我觉得阿杰被我载的几率非常小，而且阿杰感觉就是 只坐车的人不要乱造口业。时间停不下来，最后一次晚安 We're gonna say goodbye。 被载的心得怎么样怎么样？琪琪说他被我载觉得很吵。七七觉得我很吵，阿杰很可怕。欸，拜托，我上次在马友的时候是旁边连续三台大车，欸，不是游览车就是公车。然后啊，公车，公车，然后我就停在旁边，然后看着过了一台，怎么还有一台？哎呦！然后我就看着那个公车司机，公车司机就一直叫我走，我就说：“哎，你先走，先走。”超好笑的，谁敢骑在他前面呢？对对对，我刚刚讲说你不要乱动，那你要叫可以，可是你不要乱动。结果我叫最大声，怎么我骑车我不能叫啊？没有人说，没有人规定前面那个不能叫吧？诶，他考到驾照了吗？因为之前有跟他聊到这个，然后那时候好像是他说他直线七秒没有过。但我还没有骑上桥过，我觉得我骑上桥更可怕，风很大。甚至为你唱情歌，而情歌难免有曲折，唱到深刻又如何？七七马友致敬，有种来给我站在看台里说这种话，哎，拜托，是不是瞧不起我啊？你有种约啊，约啊，他们车上见啊，没有没有，我们松烟路88号见啊，不是烟厂路啦，松烟路是什么？这样我粉丝少，那还是算了，我粉丝已经够少了。松烟路，时间4:30。没有，我跟你讲到3:30，你到得了那里，我就载你。敢不敢呐？敢呐，来啊！你敢，我不敢啊！我们之后可以开一个车队，大家一起骑车。你唱情歌。
我觉得台北 最可怕的路还是那个市民大道最可怕。欸，我上次骑车去是，我骑车去公司是幸好是很早都没什么车，不然我真的不敢骑。麦，我跟你讲，衣服好了，我洗好了。接乳换成防乳是什么？情歌。哎，今天384，真是每天都在看这个。如何轻轻的停车？接车，阿鲁。防晒阿鲁，阿鲁我还好，但接车阿鲁长怎样？我知道防晒阿鲁。我骑，我有跨过大阿鲁，我没有骑过大阿鲁，我真的不敢骑。八十万的哇哇，80万的。哦，有，我有看过 NT5 还好哎，就行啦。我坐过NT09，对吧？那个屁股。屁股会跟前面那个贴的非常的close， 你会一直往前滑，你知道吗？电子锁。你是要换小阿鲁吗？不可能吧，你怎么可能会洗小台的？So please, I don't want nothing. Oh, 你居然要骑小台的？那你怎么不会选阿素？再去搞，你这越骑越大台就变开的了。是我不喜欢，为什么？躲着大雾要可救 ，So please, I don't want nothing。有力问题。不得不说，你说阿苏吗？阿苏是不是一个人骑这比较适合啊？应该说防晒本来就是后座都不适合载人啊。我哥哥有说啦，因为真的你，我还是很喜欢这台车，可是它的性价比真的就是有点，它不能双载，然后又小，是啊，是这么说啦。但是就是有时候你有急事，你还是可以载个人，你懂吗？你后座还是有个位置可以坐，但是猴子就是你后座没有位置可以坐，对吧？还是去买进站，去买狗狗肉。你自己想想看，你说一个人骑，假如今天有妹子要给你载，应该说，假如今天你们去吃饭，有个妹子，
一个妹子，你总不可能跟他讲说挡车只适合一个人骑，对吧？愿意坐后座。但我觉得女生应该通常都会坐，如果对你有意思的话，或者是她真的想要顺路备战一程，或者是除非她穿裙子。像我应该加分加爆，我跟你讲，李佳丽不坐你后座，你也是加分加爆。哎，但我真的在这跟所有骑单车的男生说。一个女生愿意坐你后座，请真的要好好珍惜，好不好？嘴巴，我跟你好吗？我没有要跟你的意思哦，抱歉。做自己，我的世界由我定义。好啦。好啦，勉强给你载一下好不好？勉强，好啦，勉强配合你一下啦。不熟的人不能抢，我们是熟宝哎，牛排全熟。我真的在这里跟大家讲，如果有一个女生。愿意坐后座，请你们要好好珍惜，知道吗？骑挡车的话，你说速可达就算了，速可达。欸，有些挡车是你连后面都没有办法抓吧。紧车后座，欸，这不行。欸，我拿个充电器给我一下。好好珍惜。因为他有可能在你哪一次加速油门吹下去的时候就飞走。哎，包子，你有看过那个吗？我的屁股，知道吗？然后请，就是跟坐你后座的女生说，不要穿短裤，谢谢。没有，我的意思是说，要跟后座女生讲，坐后座要抱紧前面的人，不然会飞走。我的屁股，当少女虾其实不太好吧，说实在的。熟悉的对白。
要跟栗子讲不用啦，就没有什么好讲的。蔡仁贝吧，我跟你们讲，七七跟马友都没有抱我。之前只要他们出去，我就放心了，不会乱抱。会说什么啦？羡慕县城一零一辣妹，我要去弄一个挡泥板，上面写说县城辣妹。我还是不太敢在大台北市待转。咪咪老司机是我吗？不好说。谢谢建成送的恋爱巧爱恋巧克力。家你们面前，我看起来是一个有藕包的人吗？然后你们就说不，你是个低能。好、哦，拜拜。我是个没有藕包的人，好像不错啦。小可爱，小可爱。
傻眼，后面那个问号是什么意思？二三靠过来，四五六都不帅，哦干不干嘛一切无碍，来玩玩，舞池中摇摆身体，他的名字是小可爱，是谁让你笑开怀，笑得可以，现在的我只想释怀，别想让我停下来。就是去剪头发，你们有看得出来吗？上礼拜。我上次去剪头发，然后上之前帮我剪的那个阿姨不在，然后我一进去就看到那个把我刘海剪坏的店长，我整个心情就不好。但我已经点开那个门，我就不好意思的再走出来，所以我就只好坐下来给他剪。我整个人就不开心，我坐在那，我要听他讲话，我整个人就火超大，一直在燃烧。燃烧吧，燃烧吧，我要。他说趴在厕所借一下，结果他说可以，怎么办？我始终摇摆身体，他的名字是小可爱。好像挺聪明的。来看一下听什么，换听这个。舞池中摇摆身体，我来，我在这啊，你们看到吗？车呢？地下室那一堆 WeMo。来，然后我就跟姐姐说，姐姐就是楼下有粉丝，你就会被出镜。但是我突然网路也很乱。笑死。我听什么好呢？舞池中摇摆身体，
可爱哟。起风了，什么这么突然？欧巴，谁们？你说老人家们吗？怎么？这是他们去日本玩的、哦，不来台湾。人家可能就想去日本玩嘛，对不对？干嘛那么伤心？不然你揪他来啊！飞 meeting， 要不要飞 meeting 啊？也很久没有来台湾了耶，我之前有做梦，梦到那时候我是国小，欸，不是我国小，我蛮大的，然后他们来台湾，然后来我读的国小这样。然后我好像跟龟贤聊到天，可是我没有看到我家东海。我就问说他人在哪里，他就跟我讲说在教室里在，然后我就醒了。问过偶像，我想问过谁吗？我想想看。好像就没有嘞。你们有人问过我吗？你梦到我。有，你梦到我什么？在梦里追着你打。好可怕哦！我以前是那种。是做梦梦到什么东西，我起来就会 Google 做梦梦到什么 blah blah blah。然后就看看，也不会想太多的。梦过肉肉过，梦到我什么？然后我说：“啊，你有付钱吗？”不
知道。哎，这样你赚到哎。看公演，那是坐在第一排吗？用生活的，但一定没有我，而且是遇到整团不止你，我傻眼。第一排超近的，阿伯对你犯傻吗？有哎，这么可爱！去民宿活动，哎，这感觉很棒，这个感觉蛮棒的，真的。不知道四月公演办不办得成，希望办得成。希望可以，希望生日会也可以。嗯，我是问问怎么了？突然打击，怎样？我认真问大家，就是生日会，你们会想看到什么？你给我来，你一定是会让全场血流成河的那个。Busty 复刻，我可以考虑跟七七提一下这个。你们会想要看有什么节目这样？我一定会让你成为血流成河的那个人。你们会想看我们，想看我们怎么样？我刚刚就说认真了，你们不要在那边给我闹。叔叔，那个我真的吓到，我今年一定要跟姐姐讲，把他的钱拿出来。认真，不要给我闹，快点！你们会想看到什么？
很希望我生日福大包都会来。跳跳什么？生日会啦，天才冲冲冲里面的游戏。送的闪光星星，谢谢啦！还能干嘛？刷粉丝上的票。然后抽到叔叔，对了，你们怎么没有想过要把林杰请来啊？我帮你跟阿杰转达。把碳基带来。把麻薯也带来啊！可爱，只想和你练习爱情。我们要念漏汤了啦。
许应该和解。用心改变，擦干我的眼泪，再给爱情。会不会到处乱跑？我觉得应该不会，他们只是缩在一个角落。好，我们要念心灵肉疼，等一下再讨论这个部分。还没耶，我不太确定，但我觉得应该会在后台。一二三，拍手！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主播蔡依柔柔柔，久不见。现在的时间是2022年4月8日的下午4:04。我们要来进行我们今天的心灵鸡汤啦，听好了，今天的第一碗鸡汤，顺其自然并非无所谓，而是不让自己活得太累。有时候因为生活出现难以应付的考验，当下对自己感到失望，结果整个心情都被各种假如给占据。好事做了另一种选择，事情，好事做了另一种选择，事情就会以美好的样子呈现。然而，天底下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好或坏的。也很少有什么选择在当初一看就正确。一件事情的结果会好，除了与努力的过程有关，更是与你是否因此成长有关。认同自己的选择，因为过去不是用来后悔的，而是用来学习的。记得顺其自然不是什么都接受，而是选择不让自己难受。只要你尽了力，对得起自己，接下来结果是好或是不好都可以。今天念的好像没有那么好听。好，那我们再念第二碗肉汤，听好喽。你要活得强大，大到让讨厌你的人更讨厌你，大到从此不再需要为难自己。跟不值得的人计较，也只是把时间浪费掉。有时我们会急着想要解释什么，是因为重视自己在别人心中的样子，生怕一个不留意陷入人际关系的麻烦，成为人群中指指点点的对象。然而，真正懂你在做什么的人，通常也是努力过生活的人，所以才能从理解的角度来看你。至于喜欢从流言蜚语中认识你的人，正是花太多时间在别人身上，才没有用心管好自己，自然不会懂你。听到不实的言论，不需要拿起泥巴互砸，对伤人的行为视而不见，是因为你知道时间宝贵。记得，一个人会在背后说你，通常不是他真的比较行，而是此刻在你的前方，拥有他看不见的风景。这是今天的第二碗肉汤，谢谢大家。
那今天的肉汤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，谢谢大家。想吵架的去他直播间，陈去吧，陈快去。新北市今天146个哎。想要吵架，刚刚那个别人的那个，我跟你们讲哦，那个框列图我根本看不懂，你们看得懂吗？框列图啊，就可能按多少多少多少，然后框列的，那个图我真的看不懂哎，我脑袋不够好。太复杂，真的。希望握手会办得了。看一下这个。M R 世界巡回演唱会，演唱会稍早已有当地粉丝排队抢购周边商品。不是后面都取消，后面取消。我那天看到影片，那个谁都不准跳，三天三夜，三更半夜，超好笑。给你花了多少钱？花一万。听了真实之后就很喜欢，因为孤独比拥抱更真实。对，还有记得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，一些什么应援东西啦。有其实我有在那个专辑，什么专辑？哇，第一张姐妹1996的时候，然后第一张是 Babel， 那时候你几岁？没有出生。我是从阿密特时期，阿密特时期站中间的，对中间。行之后的那种狂野，然后很爽的风格，很爽。现在的阿妹还喜欢吗？怎么这样问？喜欢吗？高
高雄乌托邦2.0之后才开始疯狂迷上。哎，对，算是蛮后面的。超后面啊！我那你这次准备看几场？他开12场。就12场。嗯，12场，那你怎么买得到的、啊？就有比较给力的抢票伙伴，这样就是在锁定你想要的日期，然后一直一直按重新整理。你的是合法的吗？合法，哎，我人生的最高原则就是不买黄牛，对，我恨死黄牛。黄牛其实我最喜欢的是吊热，哎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参加新生杯歌唱比赛，唱这首歌被评审刷掉，他说我没有感情，刷掉好了，可能以前唱歌真的没那么好听嘛，那现在就很难说了。嗯、黑色笑颜掉了。雪白眼泪掉了，该出歌词忘了，歌词忘了。该出现了色，瞬间掉了。对，还有一些比较喘息声的部分。我不喜欢黑吃黑，那帮我们黑吃黑一下。这吃的太高了，可以降低。黑车贵有贵，爱有我陪你演，是我也想念，对我有多少时间？你的谎言是我的饭后小钱，狗血呀，狗血！我吗？你说我吗？对，他唱的是没唱这首歌啦，应该会吧？如果他没唱，你会怎么样？那就照自己唱。勇敢这首歌吧。你可以帮我哼个一两句。你刚刚清嗓了，来。是我勇敢才骄傲，决定为你。我也很想看，我也好想去看。好好听啊！妹妹们个个都是唱将呢，不过这次演唱会整场跳动禁止，在气氛嗨到最高点时，妹妹们又要如何嗨度不减呢？我不能，不要离开，对，脚尖点着，对，三天三夜来了。三夜三夜五三个半夜，八八八八八八八夜，呜！谢谢。三夜三夜三个半夜，我掉下去了，我不知道，好尴尬啊！大家都好可爱啊！膝盖以上跳就好，对啊，扭动一下，扭动，扭动，扭动，夹。我知道，三夜三夜三个半夜。不要停下，拜拜。那我突然很想来一首调了。叔叔辛苦了呀。Kitty 和 Kiss 啾啾。每一次 kiss 过 kiss 过吧，什么东西？当我的花蕊回到现场，却已来不及，连任何回应都不可等。我的风筝都。天里飘着灰，不去手中缠线的那个，没有人偏有，何必去飞？是何黑色笑颜掉了，雪白眼泪掉了，该出现的所有表情瞬间掉了，瞳孔没有颜色，结了冰的长河，回忆是最可怕的敌人。故事情节掉了，主角对白掉了，该属于剧中的对角戏也掉了，胸口没有快乐，断了翅的白鸽，不哭。
全掉了。曾经唱过的歌，分享过的笑着，不断拉扯。我唱的好难听哦。偷偷擦去泪痕，是悔恨。笑颜掉了，雪白眼泪，该出现的所有表情瞬间掉了，瞳孔没有颜色，结了冰的长河，回忆是最可怕的依然。故事情节掉了，主角对白掉了，该属于剧中的对角心也掉了，胸口没有快乐，断了翅的半个，不枯萎的借口却掉了。麻辣跟新麻辣差在一个是新麻辣，一个没有新，一个比较贵，没有啦。我记得新麻辣好像是有牛舌，但麻辣没有牛舌，就这样。要吃火锅，好像是，有没有饭我不知道。那我唱歌，唱什么好呢？我真的很喜欢《乌云日记》，但我觉得《乌云日记》在那个现场版比较好听耶。MV 我真的觉得没有那么好听，就不知道现场版艾薇唱的比较厉害的感觉。那朵雨从没散过，你是着我如同个地里的我，无力挣脱，连最温暖的梦也被吞没。小桥你不停靠，我困我在雨里漂流。我逃不走，晴朗的思绪没有下落。我不懂你，你也不懂我，总牵成漩涡。别要我一直猜，关于未来，不简单也没那么难。再说有阶段，别要我一直猜，多久时间，前后走都感到为难。再说我的爱，能不能？突然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哦，已经四月了，再三个月就生日嘞，就老了。但我还好，对年龄真的还好。晴朗的思绪没有伤我，我不懂你，你也不懂我，就结成漩涡。
还不是你照片还不是第一个什么东西？多少宣言，却好多都感动人。这是我的爱，能不能无缘解散？啊啊什么东西？我照片还不是第一个，什么意思？再说要戒断，哦。好久没唱歌，唱歌好难听哦。能不能无语解散？谁说的都是朋友？电脑要关机了，可能没有办法听。你说你那边爬那么远，结果在叫卫生纸，傻眼。你要的那种态度，要是几遍，要是你，要是照片上的谁 ？Oh my God， 大到这，怎么不去看医生？不是每个女孩都该被你摆布，我也。这里的工作。看着，发水水，第二个，哪有？我还是偶包的好不好？还是有一点点。擤鼻涕的时候，我不会对着，对着镜头擤。我等一下完播第一件事情，我要去上厕所。不愿意丝丝点点谢谢去面对的我吗？哈，是那种。我今天长得还不错，
我这个嘴巴到底是怎么？这两块，因为手别穿运动鞋，为什么不能穿运动鞋？破皮没有，它可能是皮的是，但还没有掉下来。我想你夹我的睫毛，看能不能把它夹进去。今天没有看到日华、欸，对啊，今天都没有看到。福大好像也只有日华比较常出现而已、啊。对吧？水当当啊，水到呢啊！不知道博和博婷他们最近过得还好吗？你最近还好吗？是不是又在思念你挣扎？还记得吗？最近有在看低卡寻奇吧？撒狗粮影片是什么？你说喂狗狗吃饭吗？哦，我不太了解。不太清楚。卡掉，跟我一样，很翘，要的吧？我刚必备睫毛哎，很翘一个美丽的角度，刚出去才能惊艳全场。怎么不去看一声？I don't really talk to me， 美吧？我觉得 Real 变很帅，可是不是我的菜。他是很帅啦，真的啦。
但是不是我的菜。哎，对耶，4点半了。还是我等下走去接我姐下班好了，反正没事。也不是我，我觉得我会比较喜欢的应该是 Daniel。诶，是 Daniel 吧？是吗？他是叫 Daniel 吗？但还好，骑车去没有在附近，走路去就可以了。不是每个女孩都没好啦好啦，差不多了，我有正事要处理一下。好险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姐给我载过好吧？我有正事要处理一下，大家 say goodbye 了哦，我们下个礼拜见喽，哦 ，goodbye。